你有买。加入 Ivy 老
当时的四年班前，我什么都不会。自从加入了，我找回我的自信，也参加了选美。在选美，我得了冠军。非常感谢艾米老师的教导，我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艾米老师的训练班，谢谢。玻璃室，问。大家好，我是菲妮，来自玻璃室，今年42岁。我的梦想是可以站在舞台上表演自己，展现女人的魅力与自信。有心不怕时，只要你勇敢走出第一步，你的梦想就会实现。大家好，我是玲玲，今年41岁，我是一名会计师。自从我上了艾米老师的课程，让我学习了很多，更加会打扮，也更有自信。过后呢，我就去参加一场选美比赛，让我得了3名。我真的很感谢艾米老师教到我学到化妆和体态，真的很感谢艾米老师。是一名家庭主妇，我有2个女儿。过去的我没有自信，没有目标，时常把自己关在家。有一天，我去上了艾米老师的课程，课程上他教我打扮、化妆、体态、心态。在修炼的过程中，艾米老师也把我推荐去选美舞台。比赛当晚，我得了3个附属奖，而且还是当晚的总冠军。课程上所学习到的，我不只用在舞台上，也用在生活上。现在我每天都是充满自信的家庭主妇，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嗨，大家好，我是艾丽莎慧，今年53岁，那2个孩子的妈，一个孙子。在还没加入艾米老师的训练班前，我什么都不会。自从加入了，我找回我的自信，也参加了选美。在选美，我得了冠军。非常感谢艾米老师的教导，我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艾米老师的训练班，谢谢。玻璃室，问。大家好，我是菲妮，来自玻璃室，今年42岁。我的梦想是可以站在舞台上
400，今年41岁，我是一名会计师。自从我上了 IB 老师的课程，让我学习了很多，更加会打扮，也更有自信。过后呢，我就去参加一场选美比赛，让我得了第三名。我真的很感谢 IB 老师教到我学到化妆和体态，真的很感谢 IB 老师。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晚上好，感谢收看 Life with Annie 这个节目。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 Ivy Lee 文非常北马呢非常著名的这个美后冠军导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掌声鼓励。好的，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Ivy 老师，然后 Ivy 老师来，你先介绍自己一下。我叫 Ivy Lee， 大家都叫我 Ivy 啊。在这个选美的舞台上，也有一些心得和那个经验，就把我所教到、所学到的，分享给我的组员，还是分享给姐妹们，也分享给我的学员们，这样子。Ivy 老师，那听说你在北马嘛，你就栽培了两位这个冠军美后，可以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吗？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是自己的生活中的冠军，只是有时候没有发觉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其实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美，而且那个 talent 就是才艺、那些特别自己内在的那些表演欲啊，想不想在观众面前展现呢？还是重新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其实我觉得选美只是一个管道，让他们有一个平台去发挥，但是最重要还是能够突破自己，把这个蜕变的过程啊，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成长，这个是我所期待的。非常好。那么艾比老师，不然你分享一下你的这个你个人的经历，你是如何从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主妇摇身蜕变到拥有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自己是从事美业哈，已经有20年，但是我是从我的事业当中我就发现一些女性，就是因为缺少了自己自我的自信啊，所以那些自信我希望他们能够找回自己，然后成为自己的个人魅力啊，把自己呈现出来。有些东西是要发掘，而且还是要逼，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可以，只是没有人鼓励他们，还是能够让他们继续的在成长。所以我是学员，我是在的今年开始收学生嘛，收了学生就看到他们的成长，所以我特别有感触，就是说希望在这个路上能够更多的女性能够为自己而活，然后把自己的个性美自信尽量的展现出来。那如何一个人应该如何展现自己的自信呢？其实展现自信啊，只要我们做有做的样子，站有站的姿势，做有做的样子，就是好像女孩子穿裙啊，穿裤子啊，穿短裙啊，就大块大块的坐下去是不对的。坐也会有自信嘛，因为你看这样子，你看着我现在我这样子的做事对不对？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呢？因为裙子短了，然后你要做的时候又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很拘束，然后你又要有仪态的坐着，那又不可以走光，对不对？所以我选择穿长裤。就是很多女性说，我既然喜欢选择我喜欢的衣服来穿着，但是你的体态你要注意，你会让人误会，无意间你会暴露，对吗？穿帮啊，
所以我穿然后我们穿比较低胸的衣服，要穿些什么 as 那些 配件我们自己要注意，这些都是在仪态课程里面我们所要教导的。对，老师说的穿帮是不是戴假话穿帮被发现？那个穿帮是说衣服忽然间歪了，然后无意间就露了一点点，那是不是意外，而是因为你不小心，对吧？所以这些是故意的放半例，对吧？有些故意的例外好不好，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避免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学仪态不是站在舞台上而已，而是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非常重要。我是坚决的相信美丽真的可以带来财富，美丽可以带来财富。这句话怎么说？让你跟财富接近一点，就像我们出去见客户啊，接触人啊，还是你想卖一些微商的产品啊，做一些小视频啊，这些美的那个表面都能让人容易接近你，你同意吗？那么不美的人怎么办？不美不代表你没有市场，只是把自己的自信和那个体态然后完全的完美的呈现，不只是为其他人，而是为自己负责。那么就是一个人如果拥有自信的话，基本上就会很漂亮了，对吧？那个漂亮不是说因为他打扮的花枝招展，不是，是因为他自己自身的那个个性里面有了自信。那个就是叫自身的魅力，就是说你对自己很有那个自信，笑的时候特别开朗，然后走起路来觉得有风，对不对？因为你挺胸了，舒服了，然后你觉得你好像世界上只有我最美的那种感觉就是了，就是那个感觉，其实是感觉，对。OK， 好，那么我来看一下，这个是艾比老师所打造的冠军舞蹈团队。这个是什么照片，艾比老师？这个是我学习舞蹈的时候参加跟一团的那个队友一起参加比赛。那我是觉得做什么要像什么，因为我们学舞蹈只是要强身，而且还可以健身的那一种，是想维持身材嘛。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之后可以参加比赛，那经过老师说你们已经ready， 就是说准备好了，那我们就报名吧，因为挑战嘛，所以就七个人成为一个队伍。我也谢谢我们的队伍都全力以赴的在排练，所以拿了这个冠军回来。那这个整个就是你的团队吗？是我舞蹈团队里面的团队队友，对，谢谢我的战友，非常，因为有大家才可以完成这个任务，非常厉害。那么听说那一天也得到冠军，而且也非常多人，非常多人很惊讶的，对吧？他们都说我们这般不一般的女人，对吗？既然可以穿着踩着四寸高跟鞋跳舞蹈，而且这支舞蹈是超过5分钟6分钟，体力上身体的肢体语言上都有那些超乎想象的那个超乎我们的想象力，但是我们还是因为要完成老师的意愿，觉得我们可以突破自己，所以谢谢凯旋老师，谢谢你有这个机会，谢谢你给我们这一般不一般的女人来给你呈现你的心血啊！这支舞蹈终于拿到冠军，谢谢凯旋老师。凯旋老师不知道有没有在线？其实凯旋老师很出名的，是我们北马之宝，而且是全国的那个编导冠军老师。编导冠军老师，非常棒，这一个叫什么名字？那个谢凯旋老师、好了，那我看下一个。好了，
这一些就是老师的作品，这些就是老师的作品。那这是老师打造的。其实我这些学员啊都不是很特别的学员，也你看样貌也不是特别的美，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经过引导，好像我们的指导过后，能够在参加比赛的过程看到他们的成长，而且是一次的一次的在突破，而且在改变，所以我觉得仪态美丽自信真是可以带来自身的那个提升，然后可以带来很多快乐。我们也形成姐妹团了，可以一起吃喝玩乐啊，聚会啊，谈谈心事啊，这些都是意外的收获啊，我是觉得。所以我是鼓励一些女性哦，不要因为学美而站出来学仪态，而是因为仪态能够带给你快乐啊，这些都是因为你本身自信的快乐非常好。那有什么关于这些比赛的过程中有什么故事，有什么挑战要跟我们分享的吗？我就先分享Venus 吧，2019年的冠军Venus 你在线吗？Hello, 在线吗？我也有看到，有看到，有没有看直播？冰冰姐也在线，冰冰姐你好。你好。那还有这个，我看到有 Anson 也在线，Anson 你好。好了，那么老师就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阿丽的故事嘞。她的故事有点特别，她是为了参加比赛，还没有参加比赛之前就来找我做训导，是来指导她。因为他看我之前有那个选美经验，其实我在美容方面已经很多年累积那些美丽的那个咨询也不少，但是能够把这个形象这个打造的，他觉得我这个导师还可以，所以他自己来报名了。然后在经过3个月的训练的期间，他第一次参加就拿了第3名。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比赛，他就拿了第1名，而且是全场的总冠军，而且是还有3个复数奖。这个是我比较意外，因为也是一个肯定啊。因为这个阿丽呢，她是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来的，但没有人想过她会在这个过程成长的蜕变的过程呢，就让她有所改变，完全都改变了。所以现在连生活上，连走在路上都有人叫他美后，你今天去哪里啊？那你会不会弄到有时候去巴沙也要穿得很漂亮，也要打扮得很漂亮啊？艾丽，Venus， 我就说你就当你是每天就踩那个舞台就对了，好好的走下去。因为如果当着每天是当着是舞台来表演的话，你当然是很精彩，对不对？然后去买菜也多两只葱啊，买菜肉啊，还是2只鱼送的啊？我不知道。不过我是觉得一个人的改变呢，可以带来很多的成长和收获，真的。你看他之前之后，你看一下，这个是你的照片，之前跟之后有很大的，非常我们看到非常大的这个差别。我要勇于改变自己了。要从自我成长的过程中勇敢的蜕变，蜕变、勇敢的。那老师，你看到你的学生有这么大的转变，你的心情是如何？当然感到很欣慰啊，因为看到他们成长，你看到他们变漂亮，看到他们变自信，而且还可以很勇敢的做直播，不管3七21的，对吗？也为他们感到非常骄傲吧。一定会的，因为他们走出去就代表我，明白吗？对，有道理，有道理。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成功改变的。我这特别要提一下 Fanny 哦，他本来是 Fanny 有在线吗 ？Fanny 在线吗？老师在讲你的坏话。他是我朋友的学生，但是一路来就有跟我们参与在一起，因为比较靠近嘛，所以我们就有什么表演啊、产品展现啊，都会约他一份，就说我们一起走啊，说走就走的那个活动，所以他就对我们来说他是比较特别的。
他也拿过冠军，他也常常参加比赛，他是很多才多艺的一个队友，很强啊、一个企业的老板娘啊、老板，而且能够在选美台拿到奖项，也能在歌舞方面歌唱比赛拿到冠军，他是一个很多才多艺的美后。嗯，非常棒。那我们来接下去看另外一个故事。这些都是他们参赛的画面，这些他们参赛过后就有约在一起拍照啊、去喝茶啊、带着自己的皇冠啊来庆祝一下、这些仪式都代表着他们的那个心路历程、对吗？所以这个深深落印在他们的生活上跟他们的成长记、所以我是觉得非常的欣慰。我看到你的学生在线上说，我现在是全球最有自信的家庭主妇。干嘛还要当家庭主妇？还要继续当家庭主妇吗？说到这个我就知道是谁了。琳琳她特别介绍琳琳哦，她是曾经参加过其他选美平台的那个活动，但是从那一次几次的经验，她觉得很没有自信，因为她觉得她已经走得很好，还是她已经表现得很好，但是为什么没有拿奖？其实我想告诉前面观众哈，我们明明 TV 的那些粉丝们，你们有看到这个报道，你们就当着参加比赛只是一个过程、一个平台让你展现自己，其实真正生活上的得到才是最重要的。然后第二次他就参加比赛，就报名成为我的学员、我只是把他的心态调整过来、然后体态方面只是跟他讲怎么去走得更好，然后应该做的事情做好，就等成绩就对了。所以这一次他就拿了第三名，还有两个福书奖，所以我觉得这个奖项对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成绩了。第三名还有两个福书奖，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了，对吧？所以我是说每个人都有机会突破自己，你敢不敢来报名？对吗？是不是成为我们的学员，成为有自信的女人？你看到琳琳还有Fanny 的分享，这是三个非常棒的学员们。Eliza 呢就比较特别，他说我参加比赛只是想玩玩，只是想留在舞台上的那个美丽的自己，所以我很感受到那句话，是因为他说他已经53岁，还有什么机会让他走秀？除了参加比赛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管道，我说还有歌唱比赛，对吗？歌唱比赛，但是歌唱比赛只有5分钟哦，你记得吗？一首歌的时间没有像我们平台的选美啊，让你能走一圈，然后全部人观众看着你，然后你有什么展现的才艺，还可以给你多5分钟在台上跳唱，让你展现你自己，所以很好，要观众买单，你就要给观众值回票价，看你最美的一面，展现自我。那 Ivy 老师也是经历了很多这个选美赛磨练出来的，是吧？我曾经18年前嘛，也拿过亚军，然后在这个。我时常会出来玩一下的，过几年又想要挑战舞台的话，我又会跑出来玩几下的，然后从选美的舞台里面有5-6次的经验，自己上台表上台比赛，然后也拿过亚军、冠军、总冠军那些，但是我最主要我觉得这个平台让我们学习不只是仪态，还是因为在生活上很多姐妹们，很多朋友们不只是要羡慕我们，敢敢地站出来，然后做一个比较与众不同的女人，也想感受一下
在街上给人家喊美后，但是不是喊你名字的，就那种感觉，对吗？但是也有人学了仪态不来比赛的，也有，也有，只是我们不方便把它放出来嘛。学了就是来学了，过后没有勇气站上舞台去比赛，还是他觉得自己还学的不够？有些学的不只是想站上舞台的，那些、哦、我怎么做啊，我怎么站啊？好像我，好像 Annie 有问过我，我好像没有经过你驼背这样子坐着。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们坐的正的话，我们就很少腰酸背痛。那原来是有道理，有这样子的。对每一次我一定会问 Ivy 老师，为什么你坐的时候一定是挺胸、屁股翘翘，然后腰挺、腰板挺直，然后你不会累吗？其实一种习惯的是，其实你坐、走都要挺胸、收腹，你这样子你的身体才会正嘛。而且对你的骨骼啊，还是你的坐姿啊，有些人五十肩啊痛啊腰酸背痛，是因为你平常的坐姿不对。因为我曾经学个媒体学哦，你个人的那个体态跟那个骨骼啊，所以有调，你每天都要调的话，你就要坐得正，站得正，这样才不会引起你的腰脊椎骨的压力。那我还记得是应该是4年前吧，刚刚认识 Ivy 老师的时候，他也是正在准备去参加选美赛。我们是通过一次活动，他看到我在台上比赛，然后就解人了，就很有光环的这个美后是非常有光环的。那个时候我身边参加选美赛的朋友不多，那就有机会去这个参与这个宴会的时候，就看到哇，这个女人不简单，非常有自信。有自信是好啊，但是不是自负就可以啊。过了头叫自负。自信是好的，但是也不要自嗨那一种，到点就可以了。人说见好就收嘛，哈。所以我那其实你也是很嗨的。我最嗨的时候只有你看到。那个不可以，私下成为我们朋友才可以看到，那个不一样。这个是画面，是我带的组员啊一起去参与公司邀请我们去做产品展秀展现，然后走秀，然后有一些那个舞蹈的表演，这些都是我们跟学员的一些互动。尽量找一些平台给他们多一点感觉那个舞台的那个经验。让他们经过选美赛过后，就为他们设立一些平台，或者把他们带去某一些活动，时尚活动或者是上演活动，让他们更加有机会的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其实多出席活动，不是因为要去炫耀自己的美，而是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打扮得那么仔细，为什么不给人看到你的美？对。那有没有可能，老师，你把你的学生都带上来节目一起分享呢？我是想开一档节目啊，自己访问，你是美后，就访问那些曾经在选美舞台上参加过的这些女性，上来你的节目就访谈访问一下，我想让多一人认知认同美后的存在，因为美后现在好像一种光环。一个光环，然后很多的那些活动都会邀请那些美后出席，对不对？那你会看到那些美后戴着皇冠啊，走来走去啊，但是你有没有尊重这个光环还是这个头衔？因为它是代表着你戴的那个皇冠是代表你自己呢？那其实美后它在这个社会上是以一个怎么样的形式去存在？美后真正的身份是代表美丽的象征与心态，这是一个象征。美后是一个美丽与自信啊，还有内在的那个完美的那个形象的。所以我想访问自己，访问那些美后的心得，在他们选美过后，成为美后过后，他们是怎么得到在生活上的那个改变？是一定有的。老师，你的粉丝说，尊重美后的皇冠，也要尊重美后的鞋子。
美好的鞋子好不简单、啊、这么好好注重鞋子哦，这个同学。其实鞋子你知道美好的鞋子差不多都是五寸跟六寸对不对、嗯、哼都不好容易 carry 就是说不好、嗯啊、其实要长期穿真的很考功夫考脚力和考体力的。那平时我看选美赛嘛，那你们穿那么高的鞋子还五寸六寸甚至有没有人会不会有人穿七寸的？会有的我也有七寸好像有两双，但是还两双穿着上去的差不多可以顶三个小时吧，如果真的要出席活动。就你们站在那个活动的会场或者是站在舞台上，你们摆好一个 pose 一个姿势然后就不可以动对吧？对，那不可以动还要顶三个小时。穿着三个小时，但是真正在台上要顶真的要顶两个小时的，真的是在比赛的环节、哦、好辛苦、哦、很辛苦的。对对对，还穿那么高的鞋子还要站着不动两个小时，为什么要站着不动呢？因为要等着颁奖啊，要等着全部环节全部媒解出来啦、嗯、要谢幕啊、嗯、然后要尊重一啊环节就是要绕场啊、嗯、要等一些媒解全部到位了再谢幕再走下去，这些都是要真的考体力、啊、这些都是一种专业的表现。我非常难坚持着坚持着。那如果你要我一像他们这样站在台上应该没有问题，只要不穿高跟鞋。我们每次就好像我们排练一个活动哈、哦、参加像要进行比赛的时候 嗯我就会特别叮咛全部把自己的高跟鞋带上嗯，然后要准备两双。为什么准备两双？两双都是高跟鞋，一双七寸一双九寸吗？不可能，九寸就不可能有人穿了，因为太高。 Lady Gaga 就可能了。Lady Gaga 我就看过，好辛苦。就是说你准备两双鞋，就是准备你这双鞋有状况你还有一双鞋可以代替、哦、你不可能光着脚走舞台的对不对？嗯，就是这个意思。人没有可能在场的姐妹跟你的脚是一样的，因为可能她自己都有一双还是两双，但是鞋不会有一样的尺寸，你不可能会有它的尺寸，所以自己准备是最好，这是规定、哦、非常非常很难的去了解一下你们女人、哎、我们女人就这样子一些美好这些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女人，她们对鞋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坚持一定要买最贵的最漂亮的最高的这一种心态我还是不是很了解。其实女人啊参加活动啊参加比赛嗯是因为要放下孩子放下老公嗯几天嗯筹备自己预备自己嗯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时间来专注自己了。我是觉得因为我们选美太太都是为了家庭付出，为了孩子，为了丈夫，为了事业，为了家人。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参加选美可以重新的让你的老公重新爱上你，也让你的孩子再次的觉得他的母亲他的妈妈是非常有光环的，甚至他到学校都有一个可以炫耀，我有一个很漂亮的妈咪。我是觉得孩子方面都有那个程度上的改变，就说哇自己的妈咪那么漂亮，自己的妈咪那么有才干、嗯、自己的妈咪有那么有个人魅力，他对你的那个看观、嗯、那个看法会有点不一样的，是真的。那么你教他什么他都会听对吧？因为他会以你为榜样啊。对，小孩子的第一个榜样就是父母亲啊。嗯，所以他会看我们做什么他就成为什么，那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总结来说嘛，父母亲一定要懂得当儿女的偶像。老师你认同吗这一句话？所以你是你孩子心目中的偶像来的。嗯，当成为孩子心目中的偶像以后，那他的这个成长过程他也会觉得他一定要像他的父亲母亲一样有好的这个事业有好的未来，那么自然而然他就不会叛逆，也不会掺到不好的朋友然后学坏。
因为它正能量满满的嘛。嗯，这些是我们有一些才艺培训表演啊，带着他们到处跑啊，然后跟他们一起去去玩啊，我觉得那个是很宝贵的过程啊，因为很人生难得几十年嘛，为什么不把那些美丽的画面把它留下来。嗯嗯，还有吗？嗯，就那个才艺表演，才艺表演也是硬撑的，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舞蹈的底，嗯，要把他们怎么训练成一般可以站到台上跳舞的，嗯，队友呢，就要有些就要拼命的恶补，有些很生硬的在那玩那个扇子，嗯，但是我觉得玩了之后还是觉得那个心要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嗯，所以我还每次跟学员讲，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只有不想办的事情。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不想干的事。对，你全力以赴，你一定会有收获。嗯，你曾经为了自己啊，那么全力以赴的啊，完成这个旅程，嗯，是应该给你自己一个掌声的，真的。嗯。那么说完了这个关于选美的。嗯，不然我们来跟艾比老师聊聊一点私人的好不好？那你们有什么想要艾比老师透露一下的，可以都可以在这里问。要问那些私人事是吗？是的，我们要有一个挑战，让他在这个小时里面走不开哦。我们要挖一些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哦，好像好神秘这样子。会问些什么呢 ？Fanny， 你的学生进来了。Fanny， 你好。哇，看直播。你的学生问你一个问题：老师最爱谁？哇，这个问题我看很难回答。我只能回答你，我谁都爱。Oh my god， 还是很有智慧的。老师回答是很有智慧的，所以不要挑战。因为老师不可能只有一个老师，一个学员，也可能会有，嗯，今后会有十个、二十个、五十个、一百个。嗯，但是每个学员都是我心中的最爱。嗯，连老师非常博爱，任何一个学生都爱。OK， 因为每个学员呢都有自己的那个特别的性格，嗯，我们就要全部都符合，嗯，那么变成万能。嗯，让我们成万能胶，让他们来黏就好了。嗯，万能胶、万年胶还是万能胶都一样。好。那还有吗？还有什么问题想问老师的？那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哦，有一个粉丝在问你啊，嗯，老师几时在收学生？我要比赛，是因为要比赛才要去上课？嗯，你要比赛是看你几时比赛。其实我比较建议你要报名的话，嗯，你在里面留言都可以，我联系你哈，你把你的电话留下来。但是我是建议你要比赛的过程就要用一个三个月的过程来筹备自己，准备自己，不要太匆忙的为了比赛而比赛。我是觉得那个时间点非常重要，三个月可以让你准备，可以来得及减肥啦，可以护肤啦，还可以学你的走姿啊，你的仪态啊，那些时间充分的准备，真的可以让你成为当晚的冠军。就算不成为冠军都好，一二三名都有可能和些辅助奖是属于你的。嗯，因为有些要点你要做到。嗯，因为我也是裁判嘛，我也是评判。嗯，我也是做过机场的那些受邀的那些机场的那个比赛啊，但是我们要求的那个标准你一定要符合。嗯，所以你的分数就会高。嗯，一高分数你就有机会成为里面的top five 啦，还是 top three 这样子啊。不是因为招马，其实很多人都认为一些选美台是一些有会被收买什么，但是我还是觉得要是你什么做好了，不怕你什么平台都会可以去的，真的。那么艾比老师，你分享一下未来你对这个培训行业会有什么展望？培训行业是比较我不限制自己培训美后。嗯，我是觉得培训个人仪态是包括你自我的形象的。嗯，
因为你自我形象的包括你日常你要跟谁来接触，这个也非常重要。嗯，不是因为你以你的美后还是你拿过冠军季军还是亚军的身份去拿来去挥霍，嗯，但是你会充分的发挥和利用。嗯，明白没有？这个定义非常重要，就是说你会让你自己的噱头让你成为自己，打造自己成为一个品牌，还是你自我的形象。嗯，这是你 carry， 不是我 carry， 我只能教你的是什么点要注意。嗯，但是平常时你是怎么待人处事的。嗯，而且你的态度也非常重要。嗯，我是希望你成为美后，不是美了过后。是还是很幽默。因为一上来台前一个样，台下一个样，也完全不一样的，那个也不是我的标准。嗯，所以我希望你台前台后都一样。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还剩下最后5分钟，还有学员问吗？那么最后5分钟，我们就来看一下有没有人要问一问老师一些比较让老师比较有难度的问题，挑战他一下。有没有学员想要爆料的？有一位学员问老师几时带我去抢冠军？抢冠军嘞？不用抢的。冠军是全部人认同然后把冠军给你的，所以你只好把你自己做到最好。嗯，什么都符合了，冠军是等着你的。嗯，就是继续的提升自己啦，不让自己退步啊。那有些比赛啊，就看你要去国内还是国外的国际赛。嗯，我们是这样子，拿了国内的冠军，我们就想，哇，能不能去国际的。那去国际呢，就更加不一样了，你的筹备功夫，而且传统服装要代表马来西亚传统服装。嗯嗯嗯，你要怎么成为全场的那个瞩目，还是全场那个文化的那个展现，还有你的衣服，你平时怎么跟人家交谈，那英语什么中文啊，都要说得比较标准，那是肯定。嗯嗯，所以有时候那些服输奖也是加分嘛。嗯嗯，所以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个人展现才华。对，好，那今天的直播我们想要感谢这个面子书前的观众啊，另外我们还要特别感谢 MySF 全球独家首创燕细胞，他们的使命是延长全人类的寿命为100年不变的使命，由这个品牌将会继续赞助我们这一个这一些访问的节目的。那今天主持人的造型由 Chloe 的 Central Studio 赞助。那今天主持人的化妆呢，有没有看到我有化妆？今天我的化妆是由 IV Image 赞助的。OK， 就是他啦，就是他啦，就是这个老师啦。Okay, 我亲自帮他画。对，就是老师帮我画。你看我2道眉有没有看到？挺好的，其实感觉良好。其实要成为老师，不只是要教仪态，嗯，连个人化妆都要教。嗯，但是我还是不会，我还是很非常享受让人家画的那个感觉。是因为你好。有 sponsor， OK， 非常感谢我的赞助商们，谢谢你们。好了，那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啊，还有3分钟就要结束。好，还有什么要告诉老师的吗？有没有哪一位想要在这里写一些鼓励的话，让老师继续加油，把更多的这个心得分享出来？那学员你们可以提起来。然后我要谢谢 Annie， 谢谢邀请我来上全球女性专属电视频道的这个 live， Facebook， 在这里呈现给你们今天不一样的美后导师。嗯，所以我就觉得今天他能给我一个机会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也特别谢谢 Women TV， 谢谢 Annie， 谢谢 Hesse， 工作人员，还有谁进来？还有谁在这里？还有谁？好了，老师，我有问题呢。哦 ，OK， Chloe， 来，你继续问。来 ，Chloe 的问题是：美后要有什么样的基本条件？
美后的赞助商问的问题，来，美后的基本条件哈，就是你个人形象非常重要，头发，你的装扮，你的化妆，不是浓妆啦，就是那个很明确的自己的眼目啊、口红啊，还有底妆啊，要很仔细，所以每次出门就打。把自己打扮得很仔细，然后穿着也要得体，讲话要有那个味道，内在，我是觉得内在那个内涵，不要人家觉得你空的，要有一些内涵，有一些知识的，跟人家分享一些正能量的，我是觉得这些都要有一个符合点，要有一个标准，可以。到时候要打造美后，要多多向你请教啊！那些形象打扮头发的，对，三种四流，对对。那还有，我们看到我们的姐妹 Annie Lai 也在线上 ，Hello， 你好，她也是一位美后 ，Hello， 这个姐妹呢是我还没有开始教学生的时候就鼓励她成为美后的，然后来她是比较特别的。Annie Lai 美后啊，他是比较跟我是比较好，然后我是觉得我没有他跟我比较好，是都一样了，因为我们是一起的，不是我觉得他说每次你穿的漂漂亮亮出席的说，我说少了一个同伴，你能不能有条件，然后你去参加成为美后，跟我一起出席活动，因为每个人都想出席做成为美后的时候，其实做美后不难。只是要维持美后难一点而已。怎样维持呢？就怕那些肚腩啊、虎背熊腰跑出来，什么都难。是我他比较特别啦。Annie Lai 是经过，我是从他的儿子哈，他告诉我，妈咪，你会不会鼓励你全部的朋友去拿皇冠，先成为美后？然后就知道他的儿子因为他参加比赛而能够更加的自信，他也很高兴，因为妈妈是美后，所以这是从他儿子里面他跟我分享的那个生活的那些点滴，他儿子特别喜欢，他成为了他儿子的偶像。对，这是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我儿子，我为我而感到光荣，那个是他的那个很大的行为，而且家人都看法都不一样了，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啊，非常好，我们期待下一次节目可以把他邀请上来分享一下他的这个参赛的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他参与这个选美赛过后对他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改变，那个任务就让我来做吧。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Chloe 就说体重超标啊，体重超标，那么就要请老师来给你一个地狱式的训练。我不会直接说你肥的，只是胖而已。有一点丰满，有一点丰满，可不可以再加强那个线条美？线条美，这位老师，你说话总是那么有艺术感，因为让人感觉舒服，就比较容易接受你的说法。虽然不是间接，但也不可以直接。但是那个话术是很有鼓励性的。所以我基本上不是胖，也不是肥，我只是比较丰满了一点，然后还缺一点点的线条感。是这样子吗？对，我们都是这样子鼓励学生们啊，欢迎你们来报名成为我的学员啊。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Women TV 为你送上的 Live Show with Annie， 就是我个人的节目，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谢谢。